家好，我是七大，我是佳怡。我们今天要拍中国人吃果酱泥的视频。嗯，佳怡，你以前吃过没有果酱泥？一次都没有吃过。为什么没吃过？因为你没有带我来吃啊。啊，所以我们今天要拍这个视频。你们知道果酱泥吗？果酱泥是韩国比较有名的海鲜。对外国人来说比较难吃很害怕的东西。嗯，还有在网上看过 Angelababy 还有王凯吃过章鱼的反应太搞笑了，他们碰到都是章鱼。所以我今天很期待你吃过章鱼的反应。那我们现在开始吧。嗯，开始吧，挑战我走。终于来了果酱泥，你们看起来怎么样？是不是很可爱，或者很可怕？可怕。可怕吗？哦，你觉得很可爱吗？其实不太可爱，我也觉得很有点怕。嗯。那么，开动吧。开动啦。开动了，挑战。挑战。一个田野哦，夹不起来，因为它一直动。嗯。然后这样。啊你可以做，我可以做，我先做。嗯，我需要认真咬。我会死吗？啊，就是有可能会死。那怎么办？所以你认真咬，拼命的咬，好吗？真的吗？啊，吃了。啊，好。啊，好难。还是一大，还是一大。怎么样？好吃。哦好吃吗？好吃！天哪！好好吃！真的好吃！真的好吃嘞！真的好吃！你不是刚才说可怕吗？但现在真的好吃。哇！一个明白。哦，你也吃吃。嗯，因为我也好久没吃过这个果酱泥，还在动。哦。乖有的人喜欢一个整个果酱泥。真的吗？真的，一直一直果酱泥。那怎么吃？哇！啊，我不会，我不会，我不会。这样吃的话很容易吃腻。那你还带我来吃果酱？啊，我可是这安安全全的种植植物。但是真的很好吃，在中国一次都没有尝过。中国人一般不喜欢。生的东西。嗯嗯，对对，它放进去就有以后，怎么说更活泼，或者怎么说？为什么呢？我也不知道，他喜欢吧，在游泳。他喜欢在游泳。对吧？对吧？在游泳。他在游泳，在游里。这就是一般的游。用韩语叫苍鱼的。香油。香油。香油。嗯，他是个吃货。哦，吃货。什么味道你解释一下。香油的味道。那么章鱼的味道没有吗？章鱼是什么味道？你觉得章鱼是什么味道？章鱼其实没有什么味道，只有口感。嗯，맛있는데。쫄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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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이거원래이렇게횟집에서먹을때는이렇게다른반찬이많이나와이런거를
不知道为什么，好きだし。好きだし。嗯，用日语表示。啊，好きだし。我觉得这里吃饭饿死。没关系，没关系，因为我们一直吃的。这个东西就是很古董，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说。还有这个吃的方法就是试着吃。这边有一个洞。然后。吸出来了吗？就没有了，吃吧。什么？看起来你能吃的？真的？啊，真的。真的跟中国的海螺有点像。我们中国晚上喜欢吃路边摊。路边摊有时候就有这种东西，是这样子。这个叫海鲜饼。海鲜饼。用韩语叫的话，这个怎么样？파전，파전，파전。平常在家自己也可以做파전。可以哦，尤其是下雨的时候，我们喜欢。没错。对对对。下雨的时候要吃啊。一边吃파전，一边喝啊，对，米酒，파전配米酒非常好吃。有点像中国的葱油饼。对对对。吃过葱油饼吗？我路上吃过煎饼。煎饼。啊。这个叫白饼。对对对。煎饼。那我再说一下今天的感想。其实希娜第一次来找我吃火章鱼，我的内心是拒绝的。啊，真的吗？真的，因为哦，不好意思，真的很恐怖。但是真的自己来吃了以后，发现并没有大家说那么可怕，而且口感特别的好，黏黏的、滑滑的，而且。感觉配着酱料一起吃更好吃。对对。最主要是平常在中国，我们中国人很少会吃这种生的东西，所以对于我来说是一个特别好的体验。那么，章鱼满分十分的话，今天我要给它打多少分？七分。那么九分吧。哦，太高。对，如果下次我的中国朋友也来韩国的话，我也要带他们一起来吃火章鱼。对，虽然火章鱼有的人不喜欢吃，它尝过很可怕，而且味道也没什么特别的味道。可是，在外国去外国的话，这种享受没见过的东西也是很好的享受。对，一边学习一边知道那当国家的文化。对的，所以现在我也很开心。谢谢你答应我的拍视频的东西，我也很开心，谢谢你请我吃了这么好吃的章鱼。那我下次见吧。大家饿了吗？干嘛呀你？拜拜。拜拜。